谢谢你，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顺服在你脚前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知道，你是我们生命中的祝福。主啊，是为要抛弃一切所要追求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不是一次受洗得救就永远得救。主啊，让我们努力，因为天国是那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学习。主啊，让我们奔跑不放弃。主啊，一生来追随你。主啊，完成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。谢谢主。世界万物都丢弃。
顺服，我要顺服。向你承认，你是主，你是弥赛亚。主啊，赞美我们宝贵的耶稣，和平的君王。我要向你称谢，我要向你发声。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神。
了。保险来夸耀主啊，我不再是被仇敌所掳掠的了，我不再是活在罪中的了，主啊，因为你的保险已经彻底的把我洗净，主啊，
我如今要到你的面前，我要靠着羔羊的宝血进到神你的至圣所。主啊，我要跟你面对面。主啊，拥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进到你的怀抱，用你的大爱来拥抱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来靠近你身旁，贴近你胸怀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直住在你的至圣所，不离开。主啊，带领我们脱掉身上的缠累，一切的捆绑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淡淡的定睛仰望你，淡淡的与你心连心，面对面。主啊，在你的至圣所是何等的美好，在你的怀中是何等的温暖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是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本不会爱。主啊，是你教了我们如何的去爱。主啊，是你那舍己的爱，牺牲的爱，为我们做了榜样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就在这里，在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大大的运行。主啊，保守我们的心都在你的里边，把我们各样的重担也都放手交给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因为你掌权。主啊，当我们向你赞美发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已经把仇敌打败了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要靠着那得胜的元帅，我们也得胜了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并且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赞美，谢谢神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宝贵的耶稣，宝贵的圣灵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爱你。愿你继续的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来做大事，做奇事，做新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，谢谢你，保守我们。主啊，愿我们这样的祈求、祷告、敬拜都达到主你的宝座前，蒙你的悦纳。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请我们弟兄姐妹来预备好自己的奉献，我们再把以色列的圣者谈一下。